书书最后你也要不要丢掉啊？啊，我说如果其他科啦，你书最后丢掉嘛，干嘛干脆就干嘛，丢掉之前就给他哦，这个的楼名他哦，我书桌嘛是这样的，你知道书桌这样的、啊。那最后也是丢掉啊，那你花手机的时间或者是拿来查资料啊、做笔记啊，但是我就一直在那边补充啊哈。好，等一下那个，等一下你，哎，等一下看这边，等一下，等一下哈、啊，会要你们那个下载哈、啊，就这个档案，啊，这个档案一下载的话呢，然后呢，就跟当你要拿上个礼拜的练来练习也可以啊，我再给你讲一次，上个礼拜啊。那个第一个哈、啊，今天就是多了一个什么东西，八笔啊，前面后面都加八笔啊 ，body 啊，这个呢八笔啊，你要拿上个礼拜的来练习也可以啊。然后这边的话呢就是 unlink 啊，那我们今天就是说要知道啊，那个拿上个礼拜的来写也可以啊。嘿，等一下啊，那个我这边 P 是什么东西，已经跟你讲过很多次了啊。P 就是那个啊，哎，期中考不考的，我期中考只考我写出来已经告诉你们的东西啊。那个 P 和 P 考啊 ，P 是 paragraph 啊 ，P A R A G R A P H， 然后 P 是 paragraph 啊。然后这个 click 是什么 ？C L I C K， 哎，按下滑鼠就叫 click 啊，按下啊。那这个 unclick 的话呢，它就是一个什么命令啊？啊 ，unclick 就是按下滑鼠的事件啊，按下滑鼠啊事件啊，发生这个事件的话，事件当然是 event 啊，啊你要干什么就是这样子啊。那等一下同学就是说下载这个档案啊，下载这个档案，哎，下载这个档案改成自己的名字啊，自己的名字。自己的名字啊，然后呢，你第一件事情就是干嘛，什么都不要做啊，因为等一下不小心整成干嘛，把一个东西删掉或干嘛，怎么都，比如说你这边有没有，你要就把这个东西删掉的话就完蛋了，可能就完蛋了，这个地方删掉不会完蛋了，可是后面这边啊 ，script 删掉就一定会完蛋啊，那 script 的话呢，那个。哎，像我在这边啊，哎，这个先那个 remark 起来，不要执行，我已经 remark 起来了哈、啊，它不会执行了。那我们今天上课有一个很大的重点，就是要了解啊，程式的所有的结构都是这样，哎，句点就是代表的嘛，后面那个属性，像那个 document 啊，这个文件的 body。主体啊，主体的风格，它的风格的什么那个背景颜色，我使用要使用 PR 一块啊。可是这边我先给它 remark 起来啊，算了，我没有 remark 起来，所以它等一下会执行啊，等一下它会执行啊。所以呢，我这边呢，然后呢，等一下同学一定哎，那个谁，那上一次你就没有存档啊？等一下一样，我们先。哎，先放在那个桌面，或你直接放到部落格也可以。如果你放在桌面的话，你一定要另存新档，跟它是干嘛？一定要所有啊，对，一定要那个选啊，所有啊，所有之后，然后再给它那个加上 HTML， 没了，看得到吧？对，看得到啊。好，存档，存档之后呢，那我们就去啊，把它打开来。打开我这边程式码，你就上个礼拜就可以，有没有这一个？哎，这个啊，就这一个，就这个样子。那我们今天就来改这一个。那等一下你按下去有没有？按下自己的执行就是这个样子。好，执行有没有？执行之后它就变这样。好，然后呢，我们再来改啊，改别的啊。例如说，你觉得它什么东西？背景有那个什么东西？灰色啊，灰色太糟糕了，那你就怎么干嘛不要也可以啊。或者干嘛用黑色，比如说 black b l a c k 啊 black 啊 black 啊，再执行一次。可是执行之前呢，你要先干嘛？先存档，因为这个部分啊，如果你那个存档啊，你一定要先另存成 HTML 啊。现在存档呢，存档之前啊，你要让它执行的话，这样就按下去有没有？现在就是变黑色啊，黑色啊，所以黑色不好啊。就是哎这样子啊，好，那我们接下来呢，哎，注意看，看这边，这边，今天重点那边哦，这个录到这边就结束了啊，喂，
谁的同学在这边，在最后这个八笔上面这边啊，复制，啊，复制，然后贴上，啊，然后呢，在这边写啊，改变，改变背景颜色，啊，然后呢，这个干嘛？因为你是这样子，像这样子程式就一定会错，为什么？因为你有两个 money 啊，对，你们看到这个？这个呢，第二个就是把它改掉啊 ，money 给它改掉啊，这个就随便什么名字啊，随便一个名字好了啊，就是那个 MY 好了，哎，改成 MY， 例如等一下改什么都可以，可是大小写啊有分别。然后呢，这边啊，哎，这边怎么样？不是本来有个 document 的吗？好，把它注意看，注意看，因为这最怕的就是干嘛？挂号内，挂号外。好，剪下来，出去自立门户。好，出去自立门户，自立门户呢，一样要先跟他讲说我是方程，但你可以抠也可以了啊。然后他的名字就叫做 MY， 因为我们刚刚已经 MY 了。然后呢，先打括号再说。好，每一个写程式都是这样啊，你一定要先看，一开始就跟他讲啊，开始结束啊。最重要，然后呢，把刚刚的东西要贴上来，怎么样？这边是一个独立的，对，你们看到是这样啊，独立的，好，独立的程式，有没有看到？哎，等一下就这样啊，我们这个前面的部分我会给你那个给你啊，后面的部分呢，啊，你要自己练习，然后呢，重新读去。重新读取啊，有没有多了一个按钮，把它弄下来，有没有看啊？这边多了一个按钮，你先改变，按下去就是改变背景颜色。好，啊，这太难看了，怎么会颜色？我说比如说那个什么颜色？对，哦 ，sky blue 啊，好 ，sky blue， 然后那个档案，好，储存档案。这就是为什么我跟你讲啊，程式最重要的啊，三个因素啊，重新再读取一次，就是什么东西？函数。好，你呢把它就是这个本来是说我一定要，那现在就是多了一个选择，我背景呢可以干嘛？甚至我们家是就等一下下拉式选单，我等一下顺便讲下拉式选单好了，在这边弄一个下拉式选单，然后呢你可以去改变颜色啊，像这些改色就变这样。好，然后呢，我重新读取啊，重新读取就这样啊，按这边。当然你要改变颜色也改变也可以啊。好，我们今天就是这一节啊，做这个，啊，做这个啊，你把上个礼拜的拿来练习就可以。好，不然我现在这个影片有没有马上转？那这些都是那个啊，哎，考试题目啊，我上课内容我都是拿有没有？那个机子会叫叫。